总有些事没办法讲，表作情的感觉有一点早，来者不做会让人很感冒，一生这道理我全都了，我将不该犯的错都默背好，仔细观察他的喜好，而我紧绷的外表等他的答案揭晓。走会让人很感冒，以上这道理我全都了，恋爱的方式无法拿笔来抄，也没有规则可以去找，被动的缘分很不可靠，喜欢的对象要自己挑，他的睫毛弯的嘴角无预警的对我笑，出乎预料，既然相对